揭牌仪式上，斗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宇辰、斗门区政协副主席、区教育局局长李奎、华中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研究院院长肖志刚、斗门区金茂中小学总校长马友平、中国金茂华南区域总经理助理阚新德等，共同为华中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研究院珠海实验基地揭牌。据了解，此次揭牌是继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顺利开办后，华中师范大学第二次与斗门深度合作。华中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研究院珠海实验基地设在刚刚启用的金茂小学、金茂中学，将按照该研究院的标准和要求，组织教学和管理，投入优质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进一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助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都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小学的校领导过来的，那么他们有一个很好团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教学理念方面也传承了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基础教育的那个理念，然后把好的那个教学方式和模式带过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新的教学模式方面，我们还会逐渐的打造一些我们华师品牌，比方说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输出啊，还有教育培训啊，包括一些新教材的引导啊等等这方面的。另外还有一个，对我们教育部提出的我们双减以后如何去落地，对这个那个中小学怎么去教育方式和模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在这边。李奎表示，此次通过政企校三方协作，引入华中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研究院，为未来斗门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范本，成为斗门基础教育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对斗门建设教育强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将继续深化改革教育发展，强基础、补短板、提质量、创品牌，积极探索教育改革发展创新之路。据悉，金茂小学、金茂中学位于斗门区锦湖路西侧、藤一路南侧。今年秋季学期，金茂小学招生四个教学班，招收一年级新生200余名；金茂中学招收初一新生200余名。9月1号，两所学校将同步开学。